它还加上一个特别的乐器，要稍微介绍一下，是排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这个乐器是排笛，在台湾相当的冷门，但是它的声音很好听，空灵而悠远。对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我买过一个，然后在家噗噗噗，吹不出声音，吹不出声音。显然那个是坏的，显然那个坏的，那个应该是坏的。好好好，咱们就当它是坏的吧。聪明，会做人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